手游酷玩。霸道怎么不接电话呢？我还是去他家里找他吧。豌豆射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生谁的气呢？没生气，只是昨天跟邻居闹了点不愉快。你是说巴豆吗？我昨天没睡好，被巴豆惊吓到了。惊吓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快说说是怎么回事。我的邻居巴豆太可恶了，昨天三更半夜的跑来我家猛按我的门铃。的确可恶，你没有马上报警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在吹我的小喇叭，没空理他。可怜的巴豆。可恶的邻居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